为了祝贺关圣帝君圣诞，埔里镇昭平宫御化堂日前举办关圣帝君文化节的活动，除了依循古礼举办祭仪之外，也办理书法、读经、写生以及艺文表演等活动，希望借此让埔里传统文化能够得到展现。这个活动非常有意义，这就是对这个古早圣人这个种崇拜用个三献礼这个大礼来接受，还有咱观光文化节的这个文化活动有这个书法比赛、写生比赛儿童读经比赛希望讲所有的乡亲会当莅临昭平宫有活动来参加这个活动。县议员林芳宇也到现场参与祭仪的活动。林议员表示，这场祭仪的活动非常隆重，全程依循古礼，让祭仪场面非常庄严肃穆。也希望透过这次关圣帝君文化节的活动，能够传达关圣帝君忠义精神，让社会更加和谐。孔子庙七道爷嘛有服侍着关圣帝君，依照着古礼所谓。这些技术人员以及着机关首长嘛，拢到场来庆祝着关圣帝君的圣诞这是一个真有意义的文化活动，嘛希望借由咱这依照古礼的祭典会当延续着咱这关圣帝君的文化嘛，互世世啊知影咱关圣帝君的忠义的精神是真值得咱来学习的。副议长潘一泉肯定昭平宫御化堂的用心，能够举办一系列文化活动来为关圣帝君圣诞祝贺，也弘扬关圣帝君忠义精神，让社会更加祥和。记者陈伟一埔里采访报道。